是发生在12月8号下午15点左右，在国道3号前上桥北上路段。那初步了解是砂石车跟小客车在进入交流道的时候有一些行车的纠纷哦，所以才会有后续的这些 LED 车的状况。那有关 LED 车的部分哦，我们可以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3条规定，处6000元以上24000元以下的罚款。那有关是否涉及刑案、公共危险及强制罪的部分哦，我们将会通知相关的驾驶人员到案来说明之后厘清案情。那我们将依规定，如果有涉及刑案构成要件部分的话，我们会依法就办。